Hey.2015年7月9日10:10，我们现在来到整个缅甸大其地城，现在坐上了那个他们的嘟嘟车，就是市区的接驳的部分啊。一台车就现在坐上7个人，刚好28个团员哦。那我坐在第二位的部分哦，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缅甸的人民跟泰国有点类似，有点细节的看不太一样。尤其他们的女孩子啊，喜欢在整个脸上啊涂 SK2 的非常厚厚的一层白白的脸哦，也是缅甸女孩子特别喜欢的哦。的大其地城，可以看到整个缅甸的街道哦。因为这边进来是要收一个人50块美金。对，他们的车牌啊，缅甸文啊，也很是一种特色。可以看到他们的街落的一些的范围，相对灰尘还是相对比较多，因为主要是交通工具哦，还有包括整个柏油路的部分。两侧还有在开金饰店，喜欢金饰的部分，中国大妈应该也是喜欢这个地方。外面的天气温度大概在28度上下，那预计到整个中午的话，应该会到30度。幸好是没有下雨哦。那个从现在一直到结束都是坐这部车子啊，就不要换了。然后再回去。对啊，待会我们今天午餐回到那个泰国吃。今天一条果是这个，对，今天一直到中午，逛到中午，还有个佛塔。我是说去两国是坐这个。对啊，这边就是三个国家的边界。那我们入境主要是入境缅甸。两国不要。他们也手上喜欢刺青的啊。
高不嘛高？啊！没事啊，好羡慕你哦！没事，就来哥啊。好。我们在毛运了，羡慕你了。这就是大旗历程。还有北少升旗，这边没有上厕所的这一层。啊，厕所完了一层。